好，我是汪和琴，欢迎再度准时锁定当冲俱乐部。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当冲一哥，已经是57连胜，十月份十几个交易，他现在已经大赚将近250万了。鼎业投顾的鳄鱼老师，美颜帽到顶来哦，到处价拢是安尼吼。哎，投资人会心想说啊，今天也大涨啊，我们也高兴，对不对？是。但今天大涨，好像涨的，会不会有点问题？我们打请鳄鱼老师来补充。但是投资人会说，大跌我们也能赚。老师，你到底怎么办到的？为什么做当冲是能多又能空？这个技巧到底在哪里？在哪里哦？在这里，胆识。不是去讲去，落讲落啦。我今麦咧跟你讲的是。未卜先知的啦，领先市场，先看方向。当然啦、啊，哦，等下你知影哦，人台积电哦，哦，涨法说的，哦，涨大气咧，哦，人个翻山雷动咧，哦，迄涨哦，美国 ADR 那边哦，起码10%呢。哦，台子期的夜盘涨了600多、哦。是啊，那安尼我请教，做多少周刊？哦，所有投资人心里一定想大做多咯，今天报纸还写到26000了。你该死呀啦你呀、啊！是报纸写的，说到26000。我知呀，你也捌字，我也捌字呀。啊，你要把报纸所写的当作圣旨，歹势。过12点，你笑都笑未出来。过12点，对，今天，哦。为什么？我发现很多都拉高之后留长上影线，哎，怎么他也是？何谓长影线？长上影线。何谓长上影线？就拉高之后有人卖掉。对。所以我才突然跟你讲，你不要吓我。真的是这样哈、哦。未卜先知。我不是意气用事啦，我跟你讲，做股票啦，做到意气用事哦，代志大条啊啦。对不对？咱有一些蹊跷。可以探知未来，哎、欸，哪里不对劲啊？不是当家你看有才说啊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这不知几摆，哎，验证鳄鱼老师的金刚舞真实力，不是今仔日头一摆。所以今天又是台积电这摆啊！所以今天又是台积电自己一个人的独秀。丢啊！又在声东击西吗？是啊！来，咱头拄仔你讲。三枚哦，迄、那个台积电 ADR 大起要10%嘛，那你敢推算台积电应该怎么表现？哦，老师已经帮人家都帮我们算好了。是啊。哇。那10%较独立都爱涨停呢，但是你有看到台积电涨停吗？无啊，上关起价1100，涨65块。那当时这样起来6.28%，有没有涨停？没嘛、那也就算了，咱认真给算看看、台积电到1100的时候、算起来起65块，对大盘的贡献8.17点、起了一块啦，对大盘的贡献8.17点，给换算的531点，这在10点的时候、这是在10点之前哦。来，咱甲看卖，迄当时大盘上悬起到偌济，659点。那安尼甲换算，干阿一支台积电贡献了531点，贡献了80.6%。占哦，大盘80.6%哦。哇！啊，你干阿看台积电表现尔，啊，其他的股票呢？大家都还是期待啊，老师。对嘛？所以你捌字，我嘛捌字啊。但是我为什么不会上当？你为什么就你会上当？还有别人也上当、啊。所以我跟你讲嘛，那是一般幼稚园的阶级。幼稚园都会去上学，回来都会说什么？老师说。等到国中、高中的时候，就会说同学说。那在读到大学。男朋友说，或者女朋友说，那妈妈说怎么都不见了？哎丢哈！表示小孩有在成长的。我头拄啊讲，
啊，涨时说涨，跌时说跌，哪一个阶级？小时候。哎，那是幼稚园，老师说都很听话。哎，确实啊，看到报纸写这么大的利多，可是听话的下场却没有让投资人一起赚大钱哎。丢啊，那蹊跷在哪里？恰哩，在开盘。指示哦，开盘。对，嗯，在台子期的开盘。昨天夜盘，台子期收盘涨了628点。嗯，那奇怪呢？台子开盘怎么涨564？哎呀，这个上升啊，都全部都是台积电的贡献的点数咯。对哈、哦。那其他股票呢？哎，就不对劲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哦。所以说不如预期，因为照道理，台积电应该是母鸡带小鸡嘛。嗯。但是有没有这个效应出来？这看没有了，因为昨天台积电夜盘的部分是来到1120元呐、啊。是啊，那今天最高也来到1100。是啊，所以我来跟你讲吗？啊，就是你看台子期开盘这个数字涨564点，那就完全都是台积电的涨的点数了嘛。那其他股票都完全没贡献呢。所以老师，很多投资人的概念目前还是停留在只要大盘有涨。就觉得有机会，对呀、啊，他忘了，忘了是台积电，对啦，你不是买台积电嘛、啊，所以我跟你讲不如预期，哦，不如预期就哎呀那走拉高做空，做空，等个12点过后呢，是呀、啊，真侪投资朋友笑未出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涨跌的加速变成28比72。涨的加速才28%啦，跌的加速呢占了72%，这是今仔日上悬的时阵，我就讲嘛，声东击西，靠一档台积电唱独角戏。等到12点过后，你看，全部拢是台积电的贡献，那是你12点以后你才知影。哥哥姐姐，欧里桑欧巴桑，这几点几分？8:45。盘都还没开呢，欧里老师就已经沙盘推演了。这跟你那个一般见识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但是，所以我有法度57连胜。啊，你买股票边买边套牢。然后怀疑二一老师的造神计划，要100胜，你认为不可能的代志嘛？嗯，对，你股市要赢，就是爱做这种不可能的代志。你确实着三位囡仔所想的，就我头拄啊，你请教这个咱的主持人，台积电 ADR 大起，全世界拢知影。但是你唔知影讲，伊今仔日会声东击西。嗯，竟然二一老师8:45都已经给你发通知啊！所以我跟你无共啊！所以我今仔日有法度做空赢钱，你会感觉很质疑无？哎、欸，老师，人咧起6-7点咧做空。啊，这二一老师套卡空空啊！哎，你不要讲，真的，但我们的会员不一样哎，我们的会员老神在在，就等你扣讯就好了。他不管外面刮风下雨或太阳，有 啊，跟着你就可以啦。啊，从台子期开盘不如预期，我就知道未来了。嗯、这个因为你会员都知道，对啊，你会通知他们。啊，卖方是怎么做？怎么做？做空，先卖后买。真侪投资朋友看落去6-7点，都一定爱做多。12点过后，大家总爱输。这是你来的目的吗？那安尼，我一再强调，一旦有人看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爱学习的时阵啊。我看的一个重点跟你不一样。因为我先推算，干那台子台积电 ADR 会起安尼，
那对大盘贡献会几点？我能帮你省出来啊，对不？啊，你看啊，老师哎呀，麻烦呐、啊，无较简单哩，对我暴利赚几多啊？你免想想这個，你若收到鳄鱼老师的信息，你就赶紧卡手较紧的就对，相机用试驾拢无要紧，你就爱赶紧赚钱就对，对不？需要暴利的方向，你都爱听会落。你听不下去无效啊！鳄鱼老师的节目做甲遮精彩啊，啊你更唔知影讲运用鳄鱼老师的这个神算啊，所以你看他赚钱。我们会员台北的王大哥、哦、今天早上就说，他说他没有看过看盘这么厉害，转折看这么厉害，选股又这么厉害的鳄鱼老师。懂。因为他十一点多他就觉得他今天又赚完了。没个十一点多啦，咱半点钟我就下课啊啦。觉得老师的速度快啊？是啊，当中最主要咱是来赚价差，不是要跟股票谈恋爱，不是带带农你农我农，无意义。哎，价差这两个字很重要。方向，做多做空。所以8:45，鳄鱼老师就跟你讲，今仔日要做空，这就是先跟你讲方向，理不理解？哦，所以来就是看鳄鱼老师安那拣股票，股票拣定的时阵。过来的出手时机，出手时机，探及这个步骤是一定要的，而不是说开了盘，哎呦，哎，那个红，这个红，哦，你做嘛的欧白买？因为有些还在等待获利当中，所以都希望有红啊，看自己的股票能不能也红。啊，红又怎么样？过12点以后呢？老师，我那遐买股票，那现买就又搁套牢，所以讲程度不一样，结论当然大不同。所以我头拄仔你甲你讲啊，何谓贵人？你想咧？为什么我的看法会甲你无同？我若甲你看法同款，是毋是咱两个结论是一样的？那安尼？卖讲到收盘啦，12点过了的时阵，你是不是诶打一个问号？这个鳄鱼老师的天多，能帮我们赚钱吗？如果我的做法想法都跟你一样的话，你是不是会这样想？这个鳄鱼老师能带我们赚钱吗？所以讲东江系列的落差。就看得出来，去6-700点又怎么样？全部拢看一支台积电，所以我跟你讲啦，功夫无功就是伫遮啦。拜托伊，昨我就跟你讲，你着吼手机啊，甲提起来，你扫描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 LINE， 无甲你收钱，阁免费大放送，强迫你来。跟着鳄鱼老师赚钱，创维，卖啰嗦，开盘都赶紧啊，弄落去啊，143。投资人都还在等他的股票能不能涨，我们这个不到半小时直接探底啊！来，安尼马上下课，半点钟来，安尼4.5，你10张10张博，都赢45,000，安尼有爽无？我唔免跟你啰嗦，但是如果将来讲一堆，是要创啥？无意义嘛，对不对？等到12点才跟你讲啊，哎，实在真歹势，嘿，昨暝讲山明海色啊，都困一日醒，讲昨暝歹势啊。不是，我们投资人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想法。你今天这样操作下来之后，你有没有这样赚到钱？你要感受，何谓感受？那就少来一个啊。你爱来体验。才能够真正了解说，竟然一个老师看法有这么厉害，盘未开就知道今天会声东击西，都爱采行做空策略，嘿，完全跟所有的老师无共呢，迄去6-700点拢无你切出来呢，赶快甲叫做空呢，为什么原因？就是敢那台积电的贡献啊。其他的股票哩哩落落啊，等到12点过后嘞，28:72，
涨得多还跌得多？跌得多。安尼讲起来，起六七百点，跟你讲有什么关系？无。你嘛是现买现套牢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感受一下，人伫趁钱，你伫了钱，迄、那个心情，甲迄个落单迄个美感。所以他在哪里？老师，我们要讲昨天台南的这个陈妈妈，事实上有加入我们会员的时候，她只跟我们讲了一句话：“我不要自己做了，好累。”当然好累啊，又看不懂。不是看不懂，我又没有要买台积电，我也没有要去买联发科。不是，最主要哈，岛主家都习惯你哈看图说故事，哦，这是属于哈。但他都要讲哎，幼稚园的阶级啊，没法度，他没有。老师说那个阶级，大家没那么专业嘛。对，因为你不要去沙盘推演，嗯，讲这若盘啦，安怎的时阵会安怎？嗯，对，因拢无想到这个啦，啊，看红就大家一窝蜂就要跳进去呀、啊，看绿就马上就全部都卖。哎、啊，伊、啊、就唔知影讲，迄全部拢台积电的贡献啊，那其他股票呢？零零落落一大堆啊！所以谁会想到我们昨天让投资人扫 Light 留下电话的，今天都拿到了。好，来，我请教你扫描 QR code 加入二一老师 Light， 有多一个观众去让二一老师加到的？加到是啥物？咬到？对啊，就好像安尼啊，安尼用力咬啊。你所谓咬到是指说，虽然我叫做二一老师啦，我未加人啦。我是来这是在股市加钱啦！我跟你讲，有拿到我们这个，对不对？有拿到我们通知的，最后第一句话都会说：“哦，真的是贵人。”感谢啊！因为只留了电话，我们又没有收钱。啊、你甲看，免费给你做通知，啊，免费，搁你赢这个40,000块，提回去哦呵呵。而且是实实在在落袋数字，这不是纸上富贵呢。这都已经是落袋数字呢，我无你跟你开玩笑呢。人安尼连线安尼，一个月已经赢到57连胜啊！你甲看卖，十月份一天一支500万的信用额度安尼，今仔日是毋是创维？143先卖，138.5，赢到4.5，对不？啊，你甲看500万的信用额度创维安尼143会使做你几张？做你35张嘛？哦，来。157,500块，马上现第一落底啊，烧烧，安尼总甲加起来，这个月甲今仔日赢247,100块。啊，若咱要对六月算起咧，甲今仔日大赢1,790,000,9500块，会使干嘛？哦。会使买，想要干嘛就多了，想要干嘛就干嘛。四个半月，1,790,000，要1,800,000啊。我想要买车。是啊，买车1,000几万，你通啊买？哦，迈巴赫那个长翅膀的。所以投资人真的要感受一下，我们赚钱其实真的是鳄鱼老师是一天一档，就一天一档这样。我来讲啊。投资朋友感受那种赚钱快乐就好了、嗯、对不对？那不然我们怎么每天都笑得出来？是啊，人会员朋友学了才会得志啊，你还不知道通好好，来后礼拜赶紧免费，我在说免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听、欸、有好康的大放送、啊、来扫描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 LINE， 后礼拜兴高采烈会记你，绝对要留下你的联络电话，不然助理无法度给你通知。啊，你若家己要阁默默收去买股票，等解套的迄领导的代志，我已经给你铁口直断，直接跟你说答案了。你老是不听，套了股票再来搞要靠买你。老师，我输这多啊，你会使算我较俗一个无？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，免费也不是重要，重要是投资人自己怎么想，他到底自己想不想赚钱。如果想的话，大家也想，那来啊，问题就提起啊，来啦，先来啦，不要提起好吧，提起明天再提起，后天再提起，你礼拜输到尾也无钱，再来跟我讲要靠买你啊，跟我讲救救你安尼啊，让他们礼拜六、礼拜天先提起，但是礼拜一还是要来扫我们的 Light 留电话，告诉你赚钱嘛。
好啦，输在伊啦。哦，我来甲讲免费啊，伊阁未晓讲啊，赶紧咯，来感受你趁钱快乐一下啊。啊，嘛，啊，就投资者吼，就敢若是足惊我恶意老师会加人。你去问看嘛，全台湾所有的投资者，倒一个是去恶意老师加到的。哎，这样的操作市场没有第二个，你就第一个。找不到啊！哎，要连赢57天，那个是啥人啊？赢到规市场无法取代的，连赢57天啊！这目睭发白白哦，我看你找无第二个啦。啊，搁刷嘞吼，啊搁啊，蒙拉也要洗裤的啊。嗯，会不会？我问你，你会不会啊？我着吼。这几天我一直给你提示，哎，一挂股票哈，可以赚百万，对，就一档，对不对？换钱，我已经给你讲答案了，要安那赚百万？那个老师做波段是要安那赚百万？我们做波段都不会赚百万的，老师。我他拄仔就跟你讲啊，波段还佫加啥？当冲。哦，我们是当冲做波段，对不对？两行通通来啦，来啦，是是，你啊，跟你讲啊，饭权呐，嗯，对不？我做给你看，唔惊你知，就是惊你唔知。来，17号当冲落去，八块，八块，刷咧，今仔日咧，搁赢咧6块，就是讲伊的股价搁直接五一礼拜，你顶多在这里看戏尔。啊，我二位老师两天。加赢了14万，准十张做，8块、6块，加起来14块。你十张做，加赢了14万，有劲无？两天，破单还无算哦。所以讲，这个蒙拉兼洗裤要安那带你一支股票安尼垫条，才赢100万，这有功夫啦！来，搁刷咧，咱甲看第二支壮达。涨17号，我有跟你讲无，就是安尼。来，你甲看，唔惊你知，就是惊你唔知啊尔。原因道理拢跟你讲啊，哎，跟你讲哦，伊获利衰退超过50%以上，本益比推算的超过100倍以上，这个股票你做多，会套懂吗？会套懂吗？莫逐届拢事后再来后悔啦。西药房什么药拢有得卖，都干那唯独一项无得卖，后悔药啊！莫阁做后悔代志，来，赶紧手机啊摕起来，扫描 QR code 加入二老师 Light。好，留下你的电话，等下广告当中电话赶紧拨打，礼拜一会告诉您正确答案。赚钱最快的四个方式，信息落差，你不知道的市场已经反应，认知落差，认知决定上限，努力决定下限，执行落差，我做了你没做，执行力拉开财富差距，竞争落差，你我都会，但是你做的没有多好，恶语涌心，大家放心，02-8511-3366，等你做定来。鼎业投顾是金管会特许通过的合法公司，甲诈骗集团含一挂乱七八糟的网络公司是大无同的。鼎业投顾会使带会员做股票投资，嘛会使带会员做当冲，一兼二顾，安心赚钱有保障，欢喜斗阵做回来，快乐人生做阵行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你生来就一无所有，何惧从头再来？半年来想要翻身，上紧的方法就是做家己会惊的代志，也是感觉家己做未到的代志，甚至是无可能的代志，马上做，立即做，手续办了好，马仔对我来，鳄鱼信心十足，喊你行出好未来。02-8511-3366，等你做阵来。
来了。当冲俱乐部。老师是招财的，我们这只鳄鱼不会咬人啊！嘻嘻嘻嘻，谢谢大哥哈！哎，这样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卖过哈，做协会代志哦！来，坐开盘8:45，鳄鱼老师已经给你讲答案了，全部拢看台积电的贡献，对不？刷咧咧，就跟你讲不如预期，咱拉高再卖方，做空。先卖后买，你甲看，咱现在出个创维，有无？今仔日又我现赢了45,000块去啊！偷偷甲加起来，十月甲今仔日赚偌济？247,100块。刷咧咧，要继续赢无？后礼拜兴高采烈，赶紧扫描 QR code 加入二老师来的。好，我们的57连胜是真金白银换来的，赶紧加入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